大东门天桥。天天给人流浪在，共享单车推着这么行。车在那里很小。重庆再见。好，商店，好。里面很多农民的观念。好，商店。正本鱼去商店，批发鱼农，这是一个老批发店，卖渔具的。干洗鱼，海正本鱼，哦，海正本，今天海在的小巷子。这是最老的城中村的房子了，千家家还在的老房子还没拆，好老的房子。川菜馆，公社食堂。武昌还有这么旧的房子，
很多卖农具的，卖五金的，这是个批发市场啊，老板，这个批发市场，哇，中西调料一次批发。批发的啊，我都开直播，开直播的老板，生意生意。经过好多次改造，现在家也和各级有点不一样了，好多批发市场。一条龙服务，老司机就有这种店。好多快餐店，商业中心，徐州房屋理想公安机关申请登记。三路小学，这个学校有些年头了，好多孩子。好的学校，好的学校，好的孩子。哦，难怪附近很多培训班。金手术的花瓶，上海这个楼层，这个很多卖农药品的，很多种子店，放了很多新东西，都要去走遍，很多卖菜的，各种的种子。你这有没有小豌豆怎么卖？什么小豌豆？就是蚕豆呗，种子。有没有小蚕豆怎么卖？有没有？干嘛？看这些诚信招聘，
旧房子。哦，我的天哪！巨石，小巷子很多，天地平，天地平。好，天子赴死，走不出去了。前几个是专业的种子农药化肥市场，有些人都倒闭了。小巷子里面很多宾馆、旅馆。八百美元，招募计划，哎呀，活活的山野，气死我！好大老房子，真的好大，幸福死了。有一种神秘气息的地方。白天这里没什么人，架空线距离高度，小巷里面还有这种小小一个小小一个店，都是。Thank you.